奇怪，这个冯宝宝总不会是那些传闻中的临时工吧？那种专干脏活的人，怎么可能真的存在啊？人也找不到，资料也没有。师傅啊，你什么人？拉个瓜娃子在大家，把天花板戳了个洞，幸好我机子的一笔。不会吧，这么灵？难道你就是冯宝宝？你是哪个？我认识你吗？哼，你不认识我啊？徐四说了，只要你承认我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。来吧，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。啊？可我并不想见识你的实力啊，宝宝。这可是久违的考生啊。徐三徐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硬闯地下层，搞出那么大动静，我们想不来也不行啊。好了宝宝，你开始吧，我们也看看这小子的实力。好吧，那就快一点吧。快点结束吧。
吧，你下手有点重啊。他挺厉害的，我没法出手。看来宝宝这是认同他了。那是他运气好。我失败了吗？嗯。行了，别哭丧着脸了，你通过测试了。喏，起来吧。这个是我们队。知道了啊。橘子，他晕过去了。喂，小子，你别吓我啊。掌心雷，红莲，战斗吧！掌出，啊、起来！黑袍，天袍，起来！立步，红莲，战斗吧！天，黑袍，天袍，松华，无极之阵，起来！起来！黑袍，天袍，掌心雷，起来！冰之华，松华，黑袍。
要这个。陪跑，起来，立步，去，手一，起来，去啊，陪跑，天跑，尝尝这个，起来。哎呦，你来得正好，这可咋办呢？那闺女这可倒好，我得维持着程序进程，不然他们可就出不来了。等等，土猴子被个小闺女劫持了，跑不就是一个房间吗？什么一个房间？这可是我们这儿最新的内情。好啰嗦，行。哎呦，大姐放过我吧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种乱调戏姑娘的渣男，我好好教训一下可不行。起来，立步，陪跑，天跑，去，起来，这，起来，去，立步，陪跑，哼，呀，这，陪跑，天跑，掌心雷，起来。妹子，你好端端的绑人做什么？这我是因为帮张楚岚挡了夏荷一掌，不信你去问徐三儿。谁知道你是不是？人家秘书妹子在我那儿哭了整整两天啊。你看你也教训她了。你给我记着，下次再骚扰妹子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
看来你已经熟悉这里了。你好，我是柳妍妍，之后还麻烦你多照顾。我擦，怎么是你啊？你们之前认识？才不认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后的很多人接下来去找徐四吧。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。你好，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。雷法，天法，掌心雷。